今天这顿你请啊？好啊，我请。坦白说，你是不是让小雨跟踪了我一天？我没有。哼。证据。 你说你，那到底什么心态啊？不会是因为那天我们，这就只是一个意外，你不会真的对我产生了什么想法吧？对啊。 你最好不要瞎想啊！我是有男朋友的人了。哼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你别瞎想啊！我对有男朋友的人不感兴趣，别多想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讲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儿啊？是我的香菇都是我的，就这两串。 本金也是我的，都是你的。这桌上东西都是你的，吃吧，我买单。谢谢老板。好，酒可以喝的。送你条鱼吃吃。 等不到回应，是谁按下了暂停？怎么继续下去？好着急。